都道歉报说这里开什么非法赛车集会是不是？哎，怎么都跑了啊？不给我面，拿我当外人是吧？来，空中单位跟你一下，多叫几个啊，他们这也分散开跑的。好，可以了，一共是1、2、3、4、5，5辆车。好啊，太大胆子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啊，竟然敢这个非法集会啊，还是赛车集会，看那些车啊都是非法改装啊，虽然说有些地方允许改装，但是在我的眼皮子下面是不允许的。好，前面这两辆车是一起走的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追紧一辆。哎呦妈呀 sorry 啊，那摩托男没有事情。好，来，我们先追这辆黑色的，想跑啊，门儿都没有。好，前面那辆车已经有直升机跟着他了，其余那两辆车也有跟着的啊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就跟紧这辆，把它别停啊。今天我这辆车还可以啊。哎，破坏公物是吧？公共财产，还跑。来，别他，好的，还敢跑啊？再跑我开枪了啊！举手，不行，得开枪，我开枪不行。来打他后轮啊，打他后轮，再往前一点，就这儿，好，打中 ，OK 啊，他车辆失控了，还敢跑啊？来，还敢是不是？哎，举手了。投降了啊！这小子看我带是真的家伙啊！来下来，你好大胆子啊！嗯，说同伙还有谁？啊，戴个小毡帽啊，特嚣张。还有四辆车，哎呦，这四辆分散跑的，所以说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啊！哎，直接给他叫押运单位，然后这辆车呢给他抬走，叫拖车。好，我们接着追剩下那几辆。哎，就在前面追到了。哎 ，Oh my God！ 我的天，好家伙，我车门左侧车门都没了，还跑啊！把他别停了，来走，为了追他把车搞成这样啊，还想跑？你得赔我个轱辘，还想跑？你们这些飞车党，哦，还是个女的，也很嚣张啊！哦，地图上面出现一个红点儿，拿着枪干嘛？你想，嗯，这谁？是不是这女人她二大爷出来救她了啊？同流合污，干什么还敢反击啊？好，哎，她二大爷也成了我枪下亡魂啊！来吧，趴下吧，我看你二大爷估计没得救了。啊，年纪轻轻不学好，跟别人飙车，啊，玩赛车，有钱了不起啊？啊，你有那个闲钱，你给我搞一辆不行吗？嗯，哎，我们看一下他的身份信息啊，这话不多说了。啊，年龄22岁啊，是一张白板，嗯，还有持枪许可啊，很嚣张，这个。创建逮捕，速度超每小时30英里啊！危害公共安全，街头赛车鲁莽驾驶，给初犯啊！给街头赛车也判不了多久，好，7个月啊，罚款1948美刀。好，还有就是你二大爷横死街头啊！啊，企图袭击执法人员啊！来，我们搜一下你车，别让我搜到别的什么东西啊，不然的话就不止7个月了。啊，车上面没有什么啊，袋装零食。哎，好嘞，行，拖车拖走。人呢，我已经给他叫押运单位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……哎，不对，刚刚好像我看到好像逃窜三个，跟别人飙车，啊，玩赛车。那行，我给他二大爷收一下尸吧。哎呦，那三个跑了，直升机都没有跟上。搜一下尸体啊，看一下他二大爷什么身份。什么成分啊，竟敢持枪，太嚣张了。哦，又是一个这个瘾君子啊。那行吧，直接叫法医抬走。
地图上面看前面这辆车是有问题的，来我们截停下来看一下。嗯，这里干嘛？一车两机，一辆汽车，一个拖拉机，一个飞机，干嘛呢？没事，他们一时半会儿走不了啊，我们先把截停的这个人处理一下，安全。好，他们有想要反抗的意思，但是呢看到司机很紧张啊，闻到了强烈的违禁品味道，但车上没有发现任何违法物品，我们把他叫下来。哎，可以，很听话。看一下他的身份信息，驾照暂停，25岁。哦，看一下这辆车是不是他的。哦，车是他的，但他驾照暂停了。搜一下身，然后哦，你看这个拖拉机，哎，他车，哎，我靠，这家伙掏枪了，哎呦，我光顾看那个拖拉机了，嗯，你小子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还抽搐？还活着？嗯，我光顾看那个拖拉机，差点被他得手了啊！法医 ，OK， 他这车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啊，直接拖走。然后呢，我们来处理一下，哎，那个拖拉机不见了。拖拉机不见没有关系啊，这个光头还在就行啊，我们和他交互一下。哦，拖拉机在那边，交互一下。你没看到前面哦，这个动物，你还好吗？我好像撞到头了。你没看到前面那只动物吗？他突然出现吓到我了。需不需要拖走车啊？他说不需要，自己会推着走啊。好，这好了，就没多大事儿。然后我们给这个动物叫一个动物管制，和上上期那个动物管理局是一样的啊，就那二哈。然后呢我们封一下路啊，不要让后面车怼上来啊，这是一个事故现场。然后看一下这个动物管理局怎么搞。哦，是只狼，它撞倒了一头狼。哦，直接收起来了。好，很简单。这个光头男也要走了，他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啊，这个司机他刚才我们开枪的时候跑了，可能是啊吓跑了啊，这个拖拉机司机啊，然后把他拖走。好，走了。好，我们已经来到一个水果摊面前啊，有线报称这个摊位的老板好像涉及到卖这个违禁品啊，来我们过来看一下。当然呢看外表是看不出什么的，所以呢为了不惊动他啊，我们先搜一下车。这车就是拉水果的吧。哦，车里面果然有东西啊，几磅的违禁品。好家伙，那我们就有证据了。来，你是不是卖生瓜蛋子啊？好，来，你跟我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来这边，来来来，哎哎，这边这边啊，收到线报啊，说你这里藏有违禁品，而且呢你会把违禁品藏在那些水果里面。例行搜一下身，看你身上有没有啊。你那些水果我搜不了，这没办法啊。袋儿装的违禁品，机票还有钱包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他这个人有没有前科。好家伙，驾照过期215天，而且还有3项的这个罚款记录啊。那你完了，完了，你被逮捕了先生。而且呢他这个涉及到贩卖违禁品啊，传播违禁品，那我们只能例行斩立决啊，不好意思，贩卖违禁品，企图传播违禁品啊，来看一下，判处有期徒刑63年，罚款49980美刀。他才20岁，他就想卖点水果，他有什么罪啊？没问题，好，大刑。电视连续剧《我不是毒神》啊，正在洛杉矶上演。OK， 来上我的这啊，这边不要上了，上右边吧，上左边，我怕他翻出去。好，上车，毒神啊，找个地方，找个阴凉的地方给他崩了。这儿还可以啊，兄弟们，依山傍水的，对吧？他死了也不会找我。来下车，就在这儿吧，怎么样？直接入海啊！到时候我给你叫个法医，眼睛一闭，哎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好，来叫法医。哎，掉海里面，法医能不能把他拉上来？我没有试过，试一下。
来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打紧点啊，快八点了，快点快点。对对对，哎，不是不是不是那边啊。哦，好家伙，厉害啊，这些法医能精确找到尸体的位置。可以。怎么游泳回来了？搞不了吗？哎，怎么意思啊，拍我，我没死啊，不要拍我。哦，他们把尸体已经打包好了。哦，抬起来了。哇，厉害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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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厉害，这都行，辛苦了两位兄弟，你看衣服都湿了吗？那行，那兄弟们，咱们本期视频就到这儿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